头。嗯。让风暴追随我的脚步。全军出击。糊了？什么糊了？摄像头糊了？没糊啊。熊出没不整了，老整老活。妈呀，这没照着。他们已经失去了野心，我来带领他们。挠，让我挠一下。狗头人不上当啊，我寻思他能后退呢。再见，上当了，回家了。先来个小戒指，巨魔下版本要加强了 ，Q 技能四秒变3.5秒，巨魔。都没人玩了，巨魔。狗头人干啥去了？这我们就不去了，这都没蓝的狐狸，我去了还不得不去呢。还打不打啊？狗熊不是狗熊啊，狗头人。攒个被动，假装往里边去了，其实不严。偷炸平 A 平 A 再见，反正那螳螂把 E 交了。你是不是当我瞎？哎呦，我老螳螂勾引我，关键他跳完他不上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跳完他跳一半了，他就跑了。我寻思他能上呢，他不上，勾引我。
别笑了，你都死一把。马上我们越塔杀狗头人啊！往这边跑了呢，没用，他跑不了，我必杀他，就相当于我们用大招杀他了啊，相当于。我是必杀他的，他不可能跑得了。光荣的法比你的生命更伟大。螳螂在下路，狗头人已经不用玩了。不可能让他吃兵。被破坏的解脱。走了，螳螂要来了。压了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树木、泥土、野兽、鲜血。我是不是有塔皮没吃着啊？吃到了吗？骗子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人类的声音细如蚊蝇，我的声音如雷。这个枯萎也太烦了。你为什么不明白塔下是没有用的呢？该呀！切切切切！耶！你为什么不明白塔下是没用的呢？土地的盛宴。这个东西出一个吧，没想来个三速海的吧。
整个三速海吧。骸骨铺就我的道路。巨魔之王让人追了，赶紧中路塔皮啊，给他拆了。这不死了吗？哎呦，这螳螂狠呐，拿完小龙就拿峡谷。回上路守塔。先扫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事情啊。切，该呀！我操你猴子！再见。哎，这不应该啊！这凭啥给我下当了呀？什么东西？哎呀，这小兵好像有点厉害啊！小兵，阿兵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披挂着雷霆，再次崛起。等个爆裂魔杖。穷人替人类开口。蛮荒给出回答。曾经后撤吧，狗头人没了。跟他俩说后撤，他不信，死了吧，没关系，二塔我要了。这小破狗头人还跑去干干去了。闪，这波可有点亏，俺们家下路四个打三个还没打过，才死了一个，这薅着干啥呢？还行啊。风聚集，雷暴酝酿。走，进草丛，等着狗头人。
人咋没了呢？又来一人了。凡人的遭遇必将。你玩个吸血鬼，你有啥好追的？追啥呀？老干干啥呀？我老干干啥呀？跳弹怎么给我堵住了呢？你瞅啥呢？啊！你瞅啥？瞅啥？瞅啥？他有我跑得快吗？哎呀！辣十字牙。人儿好像有点多呀，巨魔之王，哈哈，这人儿也太多了，而且什么玩意儿干了我一下，干了700多。下路带波线是不会死的，许多人都想终结我。可恶，是什么？没人的话，我们就一直拆吧。反正这拆塔游戏，不管就拆。咱也别用易收兵啊，啊，让他刀吗？那一丁，我们上高地。
我赢了五个人。不过这一波我们已经无敌了啊，出点装备。出点啥呢？来个猫着。要不要来点魔抗？来个猫着吧，来个猫着，加点魔抗。但是这装备不够用啊，那就只能这样了，先这样继续，我们下路一顿带，直到把对面下路给他带穿。没人了，我们小心点啊，这波没大。狂啊吸血鬼，哎，狂狂狂啊，打不过这螳螂孤立无援，太他妈疼了。走吧，来人了啊！哎，下当了还行啊。这波主要是什么呢？首先我们带吧，那吸血鬼过来很明显带人过来的，正常来讲不应该找他打啊。然后那队友吧，这波打一半其实也应该走了，等着个消失，赶紧打龙啊。打完龙快跑啊，能跑都快，跑都快啊，狗头人还送一个，那就送吧。哎，不打了，我没技能了，算了，给我个面子好吧，给我个面子，一点血。很明显那旁边有耗着，有吸血鬼，不打了这波、嗯、不打了。但我说实话，你们三个好使呗啊，你们三个好使吗？是不是有点狼蓝脸汉，狼点就狼点，走大点。你没有那螳螂你们谁好使啊？还漂亮狐狸，去打！当我的心脏赐予他们火焰，他们就忘记了自己血液中原本的异火。这打大龙啊！你等会儿那有没有螳螂啊？那旁边啊？这正好打大龙吗？多好！哎，凹着还炸死了，挺好。我们这波赶紧去支援大龙啊！你别自己跑啊，这辅助。
看 ADC 自己的了，你们还打上龙了？算了，不打了，收波线去。你们会发现对面已经掉了七座塔了。只剩四座塔了，我们把最后的四座塔给它拆完，游戏就结束，一起走。我这狐狸小兵好的，为啥不一起走啊？你不一起走的龙不丢了吗？龙丢的后果是什么？龙丢的后果就是声音细如蚊蝇，很有可能会被一波轰如雷霆。直接踩，拆就完事了，硬拆。他们家下路兵线过不来了，硬拆他一座高地塔。小龙也才三条，可以接受。看狐狸能不能抢一条狐狸。这波去上路带线，哎，我还有二十秒复活呢，我复活的时间这么长吗？那狗头人都没看见呢，他就在那里蹲着，其实那狗头人都不带打他的。小心薅着，别打守塔，没关系。他们家下路兵线很差，他找我这一波他中路他就推不了。有可能狗头银跟螳螂迂回过来了啊，但是他们家高地他得去守。过来这边两个人，把狗头人给我杀了，漂亮，这就叫机会。
我们就杀这螳螂啊！那巨魔也不知道干啥呢，巨魔。你在我面前放技能，兄弟。过来杀螳螂看看行不行？杀不掉。2500。哎呀，复活时间有点长啊，50来秒。复活时间太长了。不过这波我们是拖了一波啊。巨魔在干嘛？不知道。说半天跟他让他说一起走，不听话，就是非得要走中路，不听就不听呗，无所谓。爱玩不玩？等我，我没到地方呢，你们就打的话，我都不一定能拆得掉都。OK， 不管我，我直接上高地。你一个人守我好使吗，兄弟？不过拆了一路高地，把耗子杀了，漂亮！是大龙吗？这波赶紧去大龙，我换个巫术合计，打塔还能快一点。我觉得这样吧，我下波直接硬拆他们家高地吧，就是硬拆门牙塔吧，我直接开大拆门牙塔。风龙龙魂，换个鞋没啥好换的。那螳螂应该就一个人在进野区啊，一个人。没看见其他人。狂风聚集，雷风酝酿。你们好像不好使啊！
队友全死了，妈四打三都打不过，我天哪！你们四 v 三呐，啊，四个打三个都打不过。大龙没了，没事，对面还剩个主基地，看看能不能拆得掉吧。你们听我，我们只能这样玩，先守塔，对面没大龙 buff， 没有强化回城，别出门，别出门，别出门，说了别出门，别出门，你出门死了不就游戏结束了吗？那吸血鬼追我追不着，没事。我直接跑，我直接硬跑，放大吧。你能打他死我，我这么幼啊？可以撤了，哎，这波不错啊，这波看看能走几个吧。赶紧去直接推基地，如果这面这波不跟对面换基地，我们肯定赢不了，一定要跟对面换，等他们全部到位了，我们直接闪出去。一二三，直接偷来。这就是大龙 buff， 他们要没有大龙 buff， 这波基地就爆炸了。这他妈还有个虚弱，我操！我自己就够，他们没有 buff 就能推，那八秒回城跟四秒回城肯定不一样。还我先 E 能多 A 两下，我多 A 两下他 A 不下来，你拆不掉就相当于没有用，这就跟你考六十分跟考五十九分它非常有区别一样，你考五十九分他们也没及格。你们去大远古龙，我去上，别回家，我巨魔真是膈应人。我想知道那是不是我自己。
抽不掉了，投降吧，下一把。比赛时间42分钟，基本上四个人也5件装备了吧，对吧？40来分钟，怎么的他也5件装备了？就这螳螂再狠，他6件装备。我们家4个人跑过去打他们家仨还是打2个？好像只打2个人啊，一个吸血鬼，一个螳螂，让人家拿完远古龙还全死。你光说你干点事儿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要么你拖着，你别让对面打龙；要么你别死；要么你把对面打死一个；要么你把龙拿了，啥也没有。那你说我偷个屁？